国武术队在旧金山的表演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个项目，单刀，表演者全国武术冠军李国立。小子，给我抽烟。第二个项目，单刀进枪，表演者王威、李国立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下一个项目，女子大刀表演，表演者李玉兰、江红。你给你最开始练武的，三个冠军，李国有什么感想？你得到过多少次武术冠军？连续两年，好吗？那么请问一下，你喜欢美国吗？我认为美国有很多车，而且在中国大陆只有自行车。美国有很多汽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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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哎，王威，啊，教练，你少抽点烟。做事专心点儿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。哎，王教练，这不许进啊！这不许进，怎么样了？挡那边，挡那边！不许进！快快快！这里不准进的啊！是，要顶住，顶住！顶住！李哥，李哥，让一让！李哥，李哥，帮我签个名了啊！帮我签个名，帮帮忙！谢谢谢谢！帮我签个名了，我等了很久了，李哥。李先生，我的名字叫李友啊！李哥，阿平啊！阿力，你是刚来的啊？我们来了好久了，你的刀法不错、这刀法都是威哥教的。你烧菜的手艺不错，我们什么时候再上你们家去吃一顿啊？你明天就要走了，不如这样，我打包给你寄去吃。好，好，我先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威哥，我们去买点首饰吧。好，这里真美呀、如果生在这里那就好了。好是好，不过让我挑，我还是挑香港了，什么都听得懂，什么都会说。来了16天，每天津贴才1块钱，只有16块，用了10块，
哎，只剩这些了，也不知买什么好。哎，多买几罐汽水了。伟哥，你买点什么首饰？钱这么少，能买什么呢？哎，伟哥，来一罐喝喝，来。哎，这种汽水没什么特别的，怎么别人那么喜欢喝啊？啊，这次喝完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再能喝了。伟哥，你又想着今天的事了？这次如果不是那两个人手受了伤，让我临时顶替，我根本没有资格来美国。其实依你的功夫，分分钟可以做教练了。以前是行的，不过什么都要讲运气，每个人退了休都想做教练，你以为那容易吗？不过我想国家会安排你的。安排？最多安排我们做酒店服务员、列车服务员、工厂工人，除了这些还会叫我们做些什么呢？虽然我们没有其他的本事，但是比起国内许多人来说算是不错的了。我们吃的住的都是国家的，还可以实时出国表演。阿里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明白。让我替你查一下，先生，请等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能查一下他叫什么来着？哎，不，我希望飞机不要晚点啊。哎，黄总，哎，全部都过来，全部都过来，把这个拿好，把这个拿好。15分钟以后啊，不要去的太久啊，不要去的太久啊，快点回来啊，15分钟以后就回来啊。伟哥，快点，伟哥，来给你登机牌，15分钟以后一定要在那儿集合。好，伟哥，一起照相吧。不了，我去买点东西。那好，伟哥，我们自己去照了，再见啊。这次搞得不错，谢谢谢谢，我一定会向领导反映的啊。这样一走，你万事了结了吗？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，对得起你的家里人吗？对得起国家又怎么样？我不要再这样待下去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自己走自己的路，你明白吗？应该是进去的时候了。是啊，再见了。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呢？就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死也不回去。阿里，你放我走。阿里，你放我走。
保重。别忘了给我写信。好，行行。嗨，要帮忙吗？嗨嗨，站住！你往哪跑？站住！梁旭，老实点，别动！啊，这就是你的身份证？我不是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好，你说吧，我现在就去查。阿威，快来！小姐，小姐，我是武术团的，你有没有看见刚才那群人上了飞机啊？上了飞机没有？我是武术团的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我要上飞机，我要上飞机啊！我要上飞机，对，飞机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要上飞机啊！我要上飞机啊！飞机刚刚飞走，飞机已经飞走了。我要上飞机，我要。等一下，我打电话找人，好不好？啊，请等一下，好吗？哎，请等一下，就一会儿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我进来，好像不大对劲儿了。是，请瞧瞧，这是什么？我认识这家伙。啊？我以前见过他。哦。好啊，晚上再见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好啊。喂，喂，喂，是领事馆吗？喂。是领事馆吗？我听不清楚啊。喂，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是的，我见过他好多次，警察先生。你什么时候见过的？他还在这儿。是的。喂，喂，他朝那个方向走的。哦，他就在那儿。站住！站在那儿别动，不许动！你们干什么？老实点！你干什么？你们马是的，我是中国武术团的。我带你干什么？你这干什么？你们走了，好了，你们都慢慢说，慢慢说，是点点，你别那么僵。你妈的！你想跟我谈吗？办不到，办不到。真他妈的混蛋！你这蠢驴，他什么也不会说。我走了，你去问他吧，伙计。阿丽呀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好好给我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。我没干。你这样我怎么问呢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还是好好问问他吧。调查一下，可能会是别的人干的。我不想知道其他人的事，会不会让他说出来？那么，你准备拿他怎么办？我不会放他走的，你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罪犯，他甚至不应该被怀疑。林氏，他们在讲什么？那好，你就听着，伙计，他是唯一的涉嫌人，因为一个警察被一个像他那样的武术行家给谋杀了。我真是没有。你是会武术的，你哪儿也不准去，明白吗，小子？你就给我待在这儿，你给我待在这儿，明白吧？在这儿等我。进来吧。就是他。进去吧。我已经跟他们联系了，可他们说现在不能给货。真他妈的，再慢慢想办法吧。谢谢。哎，在家乡的时候你可不是跟我这么客气啊。那你看是不是这样，我叫你先等会儿，把这事我先跟他们说一下，你先坐会儿。好的，咱们再见机行事。对，对他们这些人不能客气。是的。老板，那老表来了。
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让开！放水！当心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发现王威逃走了，怎么不立刻通知我们？你明知道飞机就要起飞了，还不赶回来？是不是你也想走？啊？你是这个案件的唯一的涉嫌人，我希望你说老实话。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你的口供。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种行为对国家会带来什么影响啊？是国家把你精心培养起来的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啊，在法庭上我会尽量替你辩护的，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这是在美国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过来，走啊，你老实点来吧，快进去，走，出来，撤撤撤，你待着，快进去。好，快走走走走走，开车了。好，开车，走走。
站住！站住！不许跑！站住！站住！阿姐，我们上去吧。啊，这地方很小，住下后再换间大的吧。香港的难民营啊，可以住上二三十人呢。我知道你这几年很辛苦，慢慢再说吧。哎，这边。啊，这间房不错呀。在美国是很普通的。弟弟，这里的房租贵不贵啊？不贵。哎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行。爸爸妈妈还在就好了，他们死得好惨呢。算了，以前的事儿不要提了。你等一下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给机会让他们来扰乱你。有什么不妥，我们就先把他们干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不要管他们。你自己当心。谁呀？弟弟，快走！快走啊！阿平，你怎么样？威哥在哪？威哥在哪？是我弟弟。
会是在哪儿、啊、你是什么人？你说，你说。你他妈的，你在这干嘛？真他妈的！中华英雄，哎，我是阿友啊，哎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哎，你帮我签过名的，哎，我的签名在这儿呢。前面的车让开！哎，上车。对不起，长官。坐着吧，李哥，我们这就走，好吗？李哥，就先在这里打地铺了。谢谢你了。嗨，应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签过名的，我不知道多开心哦。想不到现在还可以跟你住在一块儿，世上的事可真难预料啊，李哥。还有啊，啊，等等我，阿叔。喂，没听说你有个小学的同学啊？现在不就跟你说了吗？以前在香港，是一所小学的，是好久的朋友了。喂，是不是跳船过来的？这怎么会呢？哎，不要这么大声说话，给别人听见了。总之啊，你要带熟悉的人才好啊。啊，知道了。放心 ，OK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。啊，听阿友说你们是小学的同学是吗？哎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哎，我跟他呀，六岁起就开始玩女孩了。女孩。文叔是好人呐、他帮人帮出了名，没话讲的了。千万别乱说。哎，你把这里当自己家里就行了啊。你们两个是老同学，就慢慢谈吧。我先睡了 你先睡吧。如果饿了，就下楼去煮面吃。好的，我们会的。文叔，谢谢你了。你要累了，就早点休息吧。你记住了，明天早上要开门的啊。知道了。坐吧。文叔就这样，你不用管他，你在这儿不用客气，知道吗？你饿不饿？吃点东西怎么样？嗨，你放心了，我叔叔自顾自的，他什么也不管，你就在这里先住住吧。我不想连累你们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大家一起子女，江湖结交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信得过你是没有责任的。不过，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很清楚。总之是很复杂的。哎，我也知道那一定是很复杂的，但迟早会水落石出的。哎，你现在就将错就错了，你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来的嘛。能来的就能住下，这里三年一小事，五年一大事，轮几回就到你了嘛。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总之，你一旦注定了，那些坏蛋就不会来找你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嘛，啊？现在多想也没用了。我的朋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走吧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迈克，你好，
进去吧。你在这儿等我啊。是。走，进去吧。只能这么干，不能这么干。对，咱们想清楚，看清楚。这什么？这你说呢？咱们这个意思就是。先生们，我们要么战斗，要么沉默。Michael， 行啊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不行吗？这各位，你们看我的意见怎么样？什么意见？如果不赞成，那我们就都会完蛋。不，瞎说！不，他们反对的是你，见你的鬼去吧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们他妈的说些什么东西啊？那是你的问题，跟我们是无关的。是，你这是……先生们，这区区小事，用不着吵吵闹闹。Michael， 那可是你闯的祸啊！麦克，我希望我们将来能再见合作。再见。我有事让你做，跟我来。再见。好，先上车吧。再见。干嘛呢嘛？哎，怎么样？他们走了。美国由太平洋到大西洋那么大，你想找个人恐怕是很困难的。哎，别多费心思了，在美国最要紧的是有钱，有钱我帮你搞个护照，虽说没那么容易，相信我 ，OK。你要是有了3000多万美金，就没话说的了。到那时啊，回乡下办个公司，那些高官都会放爆竹欢迎你了。要在美国混下去，最要紧要记住3件事：第一，要有 license， 就是车牌。你也有车牌啊？因为这里没车，就等于没脚了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玩女孩就更别想了。这家伙，喂，干什么呀？找活干呢？啊？嘿，我有。不。阿丽，只要你有护照，就能拿到失业救济金，好拿就拿吧。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处了，你的车不能乱停了。你搞什么鬼啊？关你屁事啊！骂你！我骂你呀！骂你！骂你呀！骂你！他妈的！阿丽，如果没什么的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管自己什么事，一律当没看见呢。在这里千万不能扮英雄啊。嗨，讲哎呀，你多可爱呀！我也喜欢你啊，宝贝儿。是。哎呀！什么事儿？看见没有？怎么了？强奸包了他们，小心啊！把衣服给我。对不起。
太棒了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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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太好了，来，走吧，走啊！这个人真神经病。走吧你。上车吧，你帮着同心恋。哎，嗯，这本东西我帮你问过了。哎，怎么样？还价很高的哦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护照这个东西啊，最要紧的是手工精细。不露破绽才行啊。这鸟可真不错。嗨，宝贝儿，这是我父亲。不要搞了。小姐，你到哪儿去？从台湾搭飞机来的吗？あなたの犬ですか？说什么呀？日文了，你不懂的。就是我喜欢你。Hi, I'm got big one. Wanna try? 你看看他那对眼睛。你看看他那个眼睛。是不是啊？叫你不要闹，现在玩出火了。哎，今天给你撞见同性恋呢。今晚等我回来啊，走吧，记住啊，拜。他来了，阿伟，你放心，我去跟他说。坐吧 ，Michael， 是哥伦比亚那帮人来了，这次想给我个机会，
你认为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知道他很有能力，我希望你同他可以合作，我相信没有问题。哦，我不想有什么麻烦，你明白吗？哦，啊，老板，小兄弟，你好样的。老板，他是我们的人。是，老板。阿勇啊，这辆车刚修好，你不要踩得太猛啊，现在是去送货，不是救火。放心吧，叔。哎，看什么啊？送货吧。李哥，这辆不错。是好啊，关你什么事？那是不关我事啊，我要有钱就乘直升飞机了，还要这种破烂货呀？整天想发财，干活吧。要是有喷气机的话，你也想要？是430那个？当然不是了。迈克尔在哪儿？怎么他不来呢？有我在这儿，一样的。你以为你能干好吗？你行吗？做完这笔生意，你就知道了。李哥，都好了。喂，先生，再见了。哎，威哥，你干什么？威哥，你给我过来！威哥，你别拉他！威哥，威哥，干什么你？威哥，走开！啊，你，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个警察，我不是有意杀的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杀了人就要去自首，怎么可以让我做替死鬼呢？哎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连累了你。不过，你要我去自首，好难呐。那，阿里。你怎么也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会帮助你的。我但愿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一起练习，一起表演。我们所过的都是开心的日子。我们在别人面前有跳有打，像耍猴一样，你不觉得委屈吗？以前一罐汽水我们也舍不得喝。难道这就是开心的日子吗？阿里，这里有的是机会，只要你肯搏，一切都是你的。所以你就不择手段，甚至出卖自己，是不是？现实就是现实，在大陆又会怎么样？你看我现在多好，什么都有。你可以永远不回去，不见你的家人了吗？回不回去以后再说，现在家里人有田有地，他们觉得挺好，这个世界轮不到你清高。那拿去用吧。你以为用钱可以补偿一切吗？别说了，是我欠你的，我一定要还的。钱我不要，我只想清清白白的离开美国。阿里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们走的路不同。国立，你寄来的钱都收到了，国内公安局再没有来查问过你的下落，家里的人个个身体都很好，你不要挂心。
只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们都相信你是清白的，总有一天一家人可以重在一起的，母亲。谢谢，先生。你买什么？阿丽，有没有空？我要干活。我想带你见个人，我知道他可以帮你。你多少是个武术冠军？你就想在这里混下去吗？你给我个机会，帮你好不好？你不想自己家里人吗？阿丽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放心。啊，是先生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这的规矩是穿夹克不能进来。你们去你的！算了算了，罗杰，对不起，这边请，请王先生。请坐这儿，老板。坐坐。男人谈事，女人走开。再来了。老板。前几天我说的那件事。老板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哼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就是护照的事儿。啊，不过要是出了事，我可不负责任呢。小兄弟，不要告诉我他是中国武术团的。麦克，给你护照是很简单的。不过你老板那里我就不管怎么样了。麦克，你究竟帮不帮忙？你说帮就帮了，你什么身份跟我说话呀？那你前几天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说一下就不行吗？就不能玩你一下吗？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阿丽，哼，麦克，你不要跟我耍滑招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混账！没有我带你出道，你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就是因为你带我出道，我给了你多少面子？要不然我根本不需要给你面子，我直接去找大老板。你这不认账的东西，我给你找了口饭吃，你竟然想连一桌都吞下。本来想留下这份让你养老，不过你太不懂做人了。他妈的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混蛋！奶奶的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你们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们听得懂吗？不是没过话，你们能听懂吗？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你们都能听懂吗？哎，老板，你也听得懂吗？哼，看，还看，还看什么？还看？非常对不起，混蛋！哼，对不起，小姐。老弟，你等等，威哥，我今天不该来的。你放心，那本护照我一定会弄到手的。算了，你就算弄到了，我也不会要的。阿丽，威哥，就算我多嘴，你跟这帮人搞到一起，对你没好处的。到哪里去啊？我带你去。想不到今天会碰到你。
好像心思很重啊。是的，当初我从越南来，以为可以得到自由，从此就可以过新的生活，但是……难道你现在不好吗？好多事我都不知道，要面对的事太多，太复杂。你呢？我不相信你会杀人。谢谢你。虽然我不了解你，但是凭我的直觉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今天我不该去。一本护照根本不能解决已经发生的事。我应该面对现实。哎，你相不相信命运呢？信，因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。你呢？我就不信。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，我认为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。今天心情特别好，你可以留下来看东西。麦克，你怎么了？住嘴！站住！捡起来！捡起来！捡起来！捡不捡？捡不捡？捡起来！你以为你是什么货色？看不得我玩别人？你他妈的把钱交出来！明天好不好啊？明天呢？再给钱我宰了你！快给钱！我答你，我答你明天好不好了？明天不行，现在就拿！你拖这么长时间了！妈的！不要啊！住手！混蛋！哇！你是缺德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来要钱呢？呀！嘿！嘿！好好好！好！好！打死他们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走啊！不要走！你怎么会被人打的？我怎么会被人打的？让他还钱，就这么回事啊！去你妈的！你欠人钱了？没有啊，就是百来块钱了，我就被他打了呀！你干什么？你别走！你怎么会欠人钱呢？赌输了不就欠人家钱了吗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那我现在已经被人家打了，你怎么还不帮帮我呀？我是要帮你的，但是怎么帮法？你欠了别人的钱，难怪要被别人打骂。算了。小组注意，盯住他们，等候信号。呵呵，又给人家顶住门口了。
真是没用，整包都报销了。哎，越老越不中用了。啊，哎，你老是来这儿啊？啊，我问你老是来这儿吗？是啊。这人心情好，只想去看看风景，唱首歌了。心情好，还想撒泡尿了。你这人，轻松轻松，不好意思。今天我心情好。哎，你今天发烧了，吃头快脑的一副样子。如果让我发了财啊，发财发财，整天想发财，也不见你卖力干活啊，耕田的牛够卖力的了。我对你说，在这里你再能干，也当你是二等的。什么二等？中中国人，去他妈的！如果让我发了财呀、啊，又发财，我捞回一票回香港，衣锦还乡。哎，你成天跟我说香港不好啊！哎，我没有钱才这么说的了。我要有钱的话，香港再好的我也有啊！我不在家里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受别人的欺负啊！别傻了，别傻了，别说扫兴的话。总之，我要安定，就由你安定，我一定帮你。好开心呢！是啊，谢谢你了，快把它收起来啦！不好意思。伙计，叫我来谈什么生意啊？哎，多少？快说呀。你知道，大概两公斤吧。告诉我哪儿搞来的？哎，先生，你要的是好货、好价钱，还管它是哪儿来的干什么啊？不，伙计，别打，别打！我告诉你们哪儿来的，你们别打我，别打！李哥，哎，李哥，什么事？干什么？这小子你要这个吗？好，多少钱？五块六毛啊。好，我零钱找不到了，我可能是搞丢了。走吧走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先生，我拿走了，多谢，晚上好。哎呦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今天不正常。他就是你看。今天我付钱。哎，为什么要你？你吃错药了？真是这里是杂货铺，能为你效劳吗，先生？你等一等，你的。你不要开我玩笑啊。嗯，喂，是我。是啊。好阿叔啊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。不要紧，出去吧。晚上女孩就不要我了，真有你的啊！快点快点去吧，怎么样，下点功夫啊？你傻了，外面太阳好厉害嘛！收回这些钱吧。你翻什么呀？你有毛病啊！哎，你看看翻得乱七八糟。你知道我有包洗衣粉放在这儿的？那包洗衣粉我写上了次货，不卖这包的。
那包洗衣粉我洗衣服用掉了。喂，你翻什么呀你？你整包都用完了？啊，你整包都用完了？哎呀，我是越老越不中用，整包洗衣粉都倒在瓷盆里了。你妈的！哎呀，你走开吧你！哎呀，不要弄了，都没了。整箱的洗衣粉放在那儿，你不用，就用这包。啊，开口了，卖不掉了吗？叫你不要碰这个，你这他妈的！你扔掉的是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100万美金？100万你个头！哎，有人在家吗？别吵了，有顾客来了，快点做生意吧，去吧，快点做生意去吧。啊，伙计，我来了。哎，伙计，我找到个买主，你要发财了啊，伙计。哎，厅长，哎，我找了个买主。哎，行了，伙计，我们快走吧。好吧，我什么也没有，闹着玩呢。我的天哪，他妈的，你耍我玩啊？嗯，我他妈找到买主了，我找到买主了，你知道吗？去你妈的！我说没有，我说没有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哦天哪，你这混账东西！瞧，伙计，你这狗娘养的，好，一刀两断。先生，你买什么？小子在哪儿？我无法离开这儿。那你是想出门？我发现自己最大的一个错误，做人不应该逃避现实，逃避自己。我决定离开迈克尔。那你打算去哪儿呢？没有，除了你之外，我在美国一个朋友也没有。你呢？我有，文叔和阿友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文叔，文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有帮人进来找阿友，找不到阿友就翻东西，就翻得这么乱呢，翻不到东西就打我。那有呢？哎，我怎么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呢？喂，阿友。不是，我是威哥，我需要见你。我没空。你知不知道阿友叔的家被砸了？是你？你为什么这样？阿丽，我等着你。喂喂，为什么要砸烂店铺？为什么要打伤文书？阿丽，想不到你这么有心计。我想帮你搞护照，你现在居然不领我的情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把那批货给我。什么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你不要装糊涂，就是杂物铺那小子。阿友，如果不是我们一块儿过来，我早就不放过你了。阿威，我没拿过你什么，你还在玩我。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这么做迟早是没好结果的。站住！你听着，谁要跟我作对，谁就死定了。不要说师兄弟，就是父亲也不留情。我限你半天之内把这批货交出来。我也警告你，
不要再来麻烦我。如果不是，我也对你不留情。你，弄到了。哎呀，华姐，我说的够多了，我可不糊涂啊，我说的很清楚，你得相信我啊，华姐，我可没乱说。喂，老兄，我想你搞错了，吃我们这碗饭可难呐，李国立年纪还小，他就是以前武术团的团员。啊，就这样了啊，再见。先生们，上次的失败对我们来说是个耻辱啊，我知道你们会这么想，但是什么也不能摆脱我们，做生意不容易啊，尤其是要成熟老练，遇事不慌，这就是我给我们的教训。你一会儿进一会儿出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看你啊要给开除出去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说先生们，我发觉 Michael 就是给我们添麻烦的人，真的，上次的生意就是让他砸的，真他妈见鬼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走走走。阿威啊，我知道拿了这批货的人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不管你怎样，你一定要处理好。你今时今日的地位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，阿威，我信任你，别让我失望。懂吗？明白。阿友，您不要走，听着，小店被人砸了，文书也受了伤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阿叔现在怎么了？你有没有拿那些白粉呢？我问你，阿叔现在怎么了？你到底拿没拿那些白粉呢？没想到他们会搞成这样，现在白粉全没了，我回去就会被抓的。不走不行了，你走，文书怎么办？哎，你怎么还不下车呀？搞成这样，我都不知怎么向文书交代呀。你先帮我说些好话怎么样？等一会儿我再跟文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跟文书说，你等着我啊。笔货在哪儿？文书呢？哼！别这样啊！文书，把白粉给我！我没拿过，你先把文书给放了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听着，白粉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他当洗衣粉给用掉了。用掉了？你还在捉弄我？哎呀，
文书。我王威，你连文书都不放过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Thank you.
在想，我们小时候那段日子过得真开心啊。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哎，想不到今天你死我活，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？命运把我锁在这儿，连法律都没法解决。你要去，你回不去的，回去也是没用的。当初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只有阿勇、文叔，他们不顾一切的关心我、爱我。现在他们都死了，死得那么惨，我不能不管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关心你？可以给我三天时间，让我来处理。好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如果搞不好，你不要来见我。明白。就算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来找你的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比我聪明。现在不同了，我多辛苦才有今天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我。你怎么做人我不管，但是你不可以伤害无辜。放屁！挡我者死。好好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把货交出来，要么回去跟我见老板。没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不会给你机会的。Oh!
那批货拿回来了？是他，在他那儿。那就是什么也没拿到。老板说，要是货晚了，那么你也就完了。对不起，伙计，这是老板的命令。抓住他！哎呦！对不起，我的朋友。
你呀、啊！我以为我走的路是对的。